三年再看月入百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格文，是一个努力想说好普通话的 Hokkien 人。我有一个请诸位静听。我比巴人卡认真，我比巴人卡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我无三年啊？水垢的植入主题。据印度媒体报道，7月3日，莫迪前往边境地区的一家医院看望伤兵。他对受伤士兵说：“你们的勇敢已经成为未来时代的灵感源泉，13亿印度人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已经传遍全世界，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些勇敢的人是谁。全世界都在分析你们的勇气。这个是真的，我也一直在分析。”听完这些，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有些违和？以往以强硬态度著称的莫迪，为何这次多次强调印度士兵的勇敢，却只字未提与胜利有关的词语？随后当媒体把莫迪去完烈城医院看待伤兵的照片公布到社交平台之后，很快就有印度网友发觉不对劲了。华尔街日报前编辑率先提出质疑，这张照片很吸引人，但似乎没有一个印度士兵有外伤需要绷带，他们都能坐直没有受内伤吗？一家医院的病房没有半点医疗设备，这是怎么回事？针对这一条，有个网友是这样评论的，啊，这可能是莫迪施展的魔法把伤口都治愈了。随后又有人扒出，这医院没有点滴，没有医生，甚至连医院常见的水杯和药物都没有。眼尖的网友又发现，这尼玛怎么还有个投影仪跟白板？他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病房或医院，更像是一间会议室。看着印度网友们的抽丝剥茧层层分析，印度政府坐不住了，连忙出面回应，媒体也是纷纷出面洗地，发布了一篇名为事实查证医院病房还是会议室莫迪探望受伤士兵的真相的文章。文章一开始便表示，莫大仙访问的这个房间确实是烈城军事医院的一间会议室，但在新冠病毒爆发后被改为临时病房，用于治疗轻度新冠患者。至于为什么士兵们精神满满，身上看不到任何伤口，文章采访的军官表示，看不到伤口是因为士兵穿着衣服遮住了。至于为何没有点滴和其他医疗设备，他表示是因为他们伤得太轻不需要。好有道理啊，我相信了。然而印度网友的反应是这样的，现在的情况是军队在上演一场全国性的闹剧，可能是全世界的哦。他们没有受伤，军人被迫表现像病人一样，这是军队和国家的耻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遥遥领先我们了。最后这位网友总结的可以说很到位，这是创纪录的，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演讲者投影仪和影院的医院病房。哇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可以的话请给我个3连，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关注了解更多外网新事，点关注不迷路，拜了个拜。